夜魔团选拔赛决赛第一场，骑士龙浩辰对刺客星玄，比赛开始。刺客的特点是速度与隐匿，先试试他的反应。御风逆鬼，嘿嘿，我在这儿呢，看招。原来解脱炭那刺客居然能飞啊！奇怪，不是只有到了六级才能拥有飞行的能力吗？可他明明才四级。啊，是他背上那个装备。这星玄战斗能力一般，却总是整些奇怪的玩意儿，看来普通的攻击难以击中他。试试闪电刺，我的御风翼能感应空气的流动自行改变方向。嘿，你的技能想打中我没门。嘿，不仅如此，他还不消耗我的灵力，就这样飞三天三夜，你都休想摸到我。哈哈，打不着打不着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。嘿嘿，哟哟呼，兄弟们怎么样，我这个新装备还不错吧？刺客星玄，这可是比赛，严肃一点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大解脱不能伤你，但是跟你耗个平手你也拿我没办法吧。这个飞行装备倒是不错，只要不碰上五阶基本就输不了。如果我还是四阶，的确拿星玄没有办法，但骑士对刺客的打法有很多种，但我只教你一种闪电刺。哦，别费劲了大姐夫，你的技能是打不住我的。骑士到达五阶后可以学习的技能中有一个顽客刺客的技能，任他行踪诡秘难以捉摸，你只需有一招锁定。啊，锁定，锁定之后所有攻击必定会命中对手。这个技能可是刺客的克星，所以高阶的刺客怎么会像他那样大摇大摆地飘在天上当靶子。多谢大姐夫手下留情。要不是您最后解除锁定，小弟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。骑士龙浩辰胜，积两分。啊！小弟送上一对豪华情侣版御风翼，祝大姐夫和一号大姐百年好合，比翼双飞。大姐夫。一号大姐，这都是什么啊？